就是我们平时家里面炒菜呀，油溅在身上了，是吧？或者那个开水浮起来了啊，这里烫了个小泡，或者闪着的几个小泡，啊，这个我们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直接去这个水龙头里面下面冷水冲洗啊，流水冲洗个20分钟到30分钟啊，不间断的这种冲洗啊。先不要管其他的东西，就先冲洗半个小时以后再说。然后半个小时以后，可能你这个烫伤的这个地方，可能慢慢就没什么感觉了，或者是本来就说一个小泡啊，那个范围也不扩大了啊，疼痛感也比较轻了啊，甚至我们可能就不一定需要到医院去了。冲洗以后，就给他用点酒精或者碘伏给他擦拭一下啊。那个小的水泡一般就不要自行把它弄破了，如果有大的水泡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处理一下啊，小水泡它时间长了，慢慢它可能会自行吸收的。